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南投分会和南投地检署积极推广司法保护工作，和在地艺术家林依贝合作，以台湾乌熊、猕猴等等特有的生物作为主题来制作绘本，为儿童的角度出发，以温暖简单的方式，让人犯罪被害保护工作推动的各项服务，是一本使人沉思的书。接着南投市陈秋国小学新本品的表演，加入着绘本分享活动，来向大家介绍由在地艺术家林依贝，伊捌犯过错误，自省了后，经过着关怀人的鼓励，贡献着专注投入创作，完成着这本绘本，为囡仔的角度来出发，让伊会使更加了解着犯罪被害保护的工作。包括我们的猫头鹰啊，我们的黑熊，我们的石虎，我们的松鼠，然后扮演着换宝里面的各种不同的角色，然后来协助我们，就是一般被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走出阴霾，然后重建他的生活。因为过去所有的宣导哈都是以成人为主，那我们觉得呢，其实小孩子的学习力很强，那我们希望他们在阅读这个绘本之后呢，能够了解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，那也能够体会到就是说时时刻刻去帮助别人。幸福送拿这本绘本特别在南投地检署来进行政策建设，并且邀请学生来分享，希望讲让犯罪被害保护的基地加强着校园，或在地服务会当更加落实。就像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一样，协助了大家。我虽然年纪小，但是我也经常跟着家人做公益。长大之后，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。目前为止已经推行了20多年，但是可能一般民众还不是很了解，其实政府有提供法律咨询、心理咨商、一路相伴等等的工作。因此，上至总统，还有我们法务部等相关的部分，都全力的希望让被害人能够走出阴霾，可以宣导一些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意识，这样的法律这样的一个流程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素养，也可以让这区家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。以着古锥的动物作为主角来讲故事，加上丰富的色彩来吸引着囡仔注意，是真有启发性的绘本。嘛将透过着南投县政府的协助，来分散到县内各中小学一个图书馆。记者林雨欣，差不多。